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以前出现是在我我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去了？有青蛙。节目啊，我爱黑社会的里面的妹妹之一出来的。然后这个造型啊，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因为女生很多嘛，就会开始集集组组讨论说要用什么造型。刚好那时候有一个甜心教主王心凌，她带着当你的那首歌穿制服妈妈，爱你啦，当你，当你，对。然后她就是那时候的那个 MV 里面的造型，就是制服加马尾。那刚好我们节目就是穿制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跟上流行啊，所以我就也梳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马尾头，好像钟欣凌。钟欣凌不是，然后那时候的马尾，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马尾其实这边会有一个弧度，是因为那时候很流行离子烫。只要到那时候，我们头发都要把那个离子夹。神雕侠侣里面的杨过。可是我们那时候都要那个发型，有点像古装头哎、欸。杨过。但我发现，因为那时候以前我的刘海都是比较就是斜的。但因为我现在啊，就很喜欢这种妹妹头，是因为我觉得妹妹头剪完之后会更年轻。好像到一定年纪的就会想要剪这种妹妹头的、嗯。对，因为那个妹妹头看起来就让自己脸更小。我是觉得我对啦，会啦，就是到那个年纪，就是剪了一个后刘海，会感觉就自己年轻一点点，是吗，老师？其实大家以为说剪刘海会比较年轻，可是其实我会建议，就是说大概在40岁以上的人。我不是那么建议剪刘海，40岁以上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年纪之后，你的皮肤会慢慢比较松垮，然后你开始这眼角会往下，然后嘴角这里会往下，然后下巴这里会往下，所以整个看起来脸部的很多线条就没有那么的立体，所以你剪的那个刘海把你的脸框起来，所以那个其实是会更明显的，对。那其实永兔你的问题也不是在刘海，所以你可以下来。问题是在那套衣服。其实我要讲就是说，头发黑的人，比如说像永兔或我的话，发饰来讲的话，第一个就是尽量避免挑选这种就是太复杂，对我来说啦，就是有两个颜色以上的，或者是跟你的头发太突兀的，比如说是像这种单一的。可以在黑头发上面单一的颜色是可以的。那个是给哪一种发色？这个比如说那个石萱，对，或这个石萱也可以，就是浅色系的很多都可以。还有就是可以在你助理头上比一下。他也是浅色系，他不是浅色的，因为石萱太远了嘛。哦，对。或者是这种，哇，那领口好大哦。好，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女孩子很喜欢的粉红色，旧旧的粉红色，黑发我也没有。旧旧的粉红色，旧旧的粉红色，就是、还旧吗？旧旧有粉红，这个我也没有很建议在黑发上面大忌。为什么要示范吗？哎，来自己示范，不用在我帮你戴了，因为看起来会更脏。那你可以选择的就是，比如说像今年很流行的这种，就星星啊，然后这种单色的，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驾驭。这个你看，这还好吧？单色，我跟你讲，这很难。对，这会很有气质。然后你也可以把两个细啊，还好，很细，这个可以，小小的可以。对。它很细，然后今年还蛮流行两个发箍把它搭在一起的，这个不贵，很有气质，这不贵。然后另外一个，我先把发箍介绍完。对你讲到重点，老师，我是不是在以前节目有小酒令之称？真的，是真的，是酒，是蔡妈妈，好不好？以前之所以能够在那个节目留那么久，就是因为他就是小蔡依林，因为我跳舞的时候跟他很像。哦，我记得他也很会跳舞。对对，只有在跳舞的时候，然后或者是跟黑色同色系的，这是两个发箍，好可爱。把两个搭，今年很流行双发箍戴发。发箍介绍完了，小剪刀，我等下帮他用小的发饰。然后我也都是一样的发饰哦，我很不会发饰哎，我看到发饰我头就晕。不会，很简单，我会教很简单的。然后一点点编发，好，分四区。四区。四区，然后头顶这边拿着，你可以两股，也可以三股，松松的，随便你编，不用抹任何东西。下摆这边都留着，然后再把它拉松。重点是在后面，拉住你的辫子最长的地方，往上推。哦
它这样就推起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更简单，然后你要先把，你可以选择这种，拿着两个一样的戴法，比如说放在这里戴在一起，哦，有没有？有啊，两个，然后或者是这样子，哦，好，然后再把两边你剩下的这些须须，再接下面的头发，把它压下来，哦，对，然后就随你的意，随你的技术把它绑起来。哦，扣头扣头，对不起，我就夹这个，把它夹在两个，也是两个，对，好像法国人，对，今年一定要两个哦。好，好了，不要这样，我只是我要一样的，对，因为你看他脑残就这样。那我只是帮他选海星，因为他身上也是穿黑的。哎，我觉得你这样子这个洋装就成立了。刚刚对洋装的那个发发型马尾很随便扎的。正面，对不起，刘海直直的刘海已经落伍了。对，随便转一下，往内转。往内，对，不要停太久。会怎样？我不相信。停太久就是。会很可怕，对，断掉。你要有一点点，就是故意在眉毛以上，哦，会焦掉。这样要故意有一点点开空气感。对，完了之后呢，你再用这种宽梳，随便梳一梳。你不要以为这是这种是 NG 的，哈，这种是正常的。就是今年要有动空气。对，结束，再见。耶。一刘海已经不流行了，空气刘海才符合潮流。再搭配两个同性质的发饰，你看看永兔是不是超有气质的呀？